耶！今天哦，我因为那个死 Cogi 哦，我来到了槟城，哎，不是槟城啊，是哥打地利，然后他给我们一间民宿住，不错下啦。啊，每年哦 ，Rabbit Bird 都会拍那种新年歌，对不对？叫一堆网红全部一起来录新年歌，然后呢，我很荣幸啊，你们不要羡慕啊，给你们看，我跟谁一起？哒啦！不是这个，他妈的，他跑去冲凉，开门嘞！冲凉才好录哦。你很怕，你开车很大，你很怕。我跟米基要同房啊，等一下给你们看。叮叮叮叮叮叮，这个性感女神来，羡慕嘞。我懂你们现在很羡慕，不要羡慕啊！不过我跟他都不是住同一个房间，都同一个房间才羡慕。哎呀，你羡慕吗？哎呀，啊，他要屌告你哦，他讲你没有按录。你有没有按？我有红点，有红点。今天有没有按？啊、哎呀，录人家节目不要按录，你看这样子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上面失败了，我现在大牌了，不上了。真的吗？你确定没有？没有大牌没有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是你，下次我求他们求很久，让我。哇，懒脚尾。我们这次来这苦力妹啊，我们是要拍那个红红年的 MV 啊，对不对啊 ，Yuki？ 对呀、啊，真的是每一年这么 rip 不要搞掉的。是啊 ，Cookie， 你看到吗？又屌爆鸟啊！我们先收拾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教全部网红跳舞，然后他们讲这些网红全部很 gay 妹啊，不会跳舞啊，所以我们要去教他，所以要请我来，请我来，我一定会教会啊，你懂为什么？因为我教跳舞是用大棍教。OK 啊，等一下带你们去看很多人，很多网红啊，今天来逗你们啊，来了来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学跳舞了，哦，这些是我们的网红老师，祝你来跳个舞来看。接嘛，你们不要讲你们是 O D D 的老师啊！哎，杨哥，你站在那边的吗？杨哥，你不要逼我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什么？啊、这个代表一个精神状态啊！我跟你讲，对不起，祝你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我看到一个人了，我看到了，洪小姐。导演训话，你们停一下啊，先不要玩电话啊，拍可以啦，不要玩电话、啊，因为接下来几天你们对有点好笑的，不好笑，接下来会有点辛苦。然后去年有拍过的，我举手了一下，你问他们就知道，这个不是给你笑笑，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会了吗 ？OK， 我们做两次噔噔噔噔，那边连住他这里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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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好运来。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，然后头也不要这样。如果你们做这样多动作，你们不会乱的吗？停住就好，你看前面笑跟唱就好了。OK， 再来一次。我就是很酷的一个 ending。所以，我才会想哦，全部人一起。或者一个很怪灵的，可是没有动。那不是每个人都有智商，要不要进医院？手是一半，大概一个弯度就可以了，就在你的准准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。早安，早安，小爱妹。早安，今天我们要拍 MV 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去吃早餐。今天拍的 MV 很特别，等一下我自己拍给你们看，先我们拍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肩卡，你看化妆化成这样，你看像孙悟空这样。这个门 ，OK， 我们现在要开始拍 MV 啊。我们拍 MV 这个设置叫做 OK Go， OK Go， 你们一定不懂怎样的，对不对？我来做一次给你们看。我们从早上啊拍到现在啊，这几个人才刚刚起床啊。哼，你讲你们惭愧吗？不惭愧，我很爽，很开心。早上七点就起来坐在房间门口啊，结果没有人要 Q 我们，为什么没有人要 Q 我们？你的懒觉，你早上起来坐在房间。米奇妹，这把米奇妹懒惰，一点才来，我们七点就起来，还一点才来。
谁呀、啊、你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s Tomato， 他来这里拍摄，就是拍摄我们 Ruby Bird 新年歌。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收钱来的，然后我就以为这么他这样好死，原来他是喜欢这里其中两个女生，然后他昨天那两个女生好像是有去他的房间，就是教导一下他一些舞蹈。我手上是有 CCTV，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，你们就来关注我吧。Tomato， 你的 camman 给我来拍 vlog， 就是 Tomato。哇，多美多！嗨，多美多，你累了吗？多美多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很多个哦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是宾利啊？阿姨，阿姨。OK， 我们已经拍完 OK Go 的那个 pub 了，所以现在要拍大团跳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大团跳，所以他们全部在自己 stand by。你看，嗨。啊，我看到一个人了，我每天跟他嗨了，他不要管我。你看，嗨。啊，你看他是不是不要管我？你看。我有欺负你吗？有啊，来，我怎样欺负你？啊，讲不出来，我欺负他，然后我总统通红包了，这个逼呀，到底？喂，你们啊，又就几时出来哦？我讲这个月咩？十二月吗？十二月哈。Hello， 我是 Ashley， 我是李荣杰，走开。我们一介绍，我们就要抢镜头。哎，这个是谁？现在他们讲什么？小绯闻会红哈、啊。阿雅是跟谁啊？阿雅，小黑、啊。阿雅跟小黑，人家小黑是大神，然后是美女才会红的，懂吗？如果跟你这种呢，就只是玩地下情而已啦。大奶。你再多一次，给我。哇，这个就是我们学院的网红 M。M 啊，这个做做 M。幸福嘞，你们不要太羡慕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 Jasmine， 她是谁？香阳小米，味道无比 ，Jasmine 上等产品。哇，她原来是我找很久的人。哇，她讲。来来，到你了，到你了，讲一次。哇，你这样粗鲁的，不是我教他的啊！哇，好帅嘞呀！这个是姐姐，这个是妹妹，所以是姐姐教妹妹。没有，我妈咪教的，妈咪教的。啊，妈咪教的，所以妈咪教你们什么时候要用这个东西？对你讲话的时候。遇到你这种人的时候。点你，什么叫遇到你这种人的时候？什么叫这种人？这种人呢？冰弟的妈妈，你教他们什么到底？你在什么？我在练舞。今天是席位，文姐。哎呦，很好练哇，零角度哎，真的，什么角度哎？来给我拍一个最丑的。Jam Max 啊，我跟你讲，阿妹妹在镜头前面跟镜头后面哦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人。米吉尔是镜头前，而镜头后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比较重量级的人物，你们全部都看过王明志，可是你们没有看过王明志的弟弟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是 Red Bull 的 GM。你们看那种每次在后面讲话的、啊，打好人啊，就是他啦，打我兄弟啊，跑啊，跑跑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 MV 拍摄的导演 Production Crew 导演 Danny。我蓝脸恶心嘞，妈的！这边人全部怪怪的，我跟你讲，这边人全部奇怪奇怪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开始要拍摄了，所以要练习一下。这个人一直跳，会跳吗？还不会？那为什么不会嘛？因为朵妹都一直看着我。哇，这是什么撩男计划？放你的懒趴，这是根本有问题啦！连我阿妈都知道，放炮警察会抓啦。可能你是有钱佬，可以乱点红包，但是歌词没有。哇哇哇，这个我接受不到咯，一般很不 steady 的人自己上车上吹冷气，哇，超爽的啊。哇，我来这生活营找到我的 partner， 就是这个超弟，他的嘴比我还贱啊。你要准备要跟我一起拍影片了吗？可以啊，然后我们找埋他们一起。给我看一下，我看假的啦，一看就懂了。你看这样的东西信咩？你看那个头，妈的，那里可能是迪丽热巴。你们看这个女的漂亮吗？你们千万不要被她的外表给蒙骗。我的不是靠漂亮而上来的。不要像你那种 Metal Steam。哎、欸，那个真的很像哎，很像哦。我看。我老哎，我这个 brother 一直拿东西给我看的嘞。你看他们全部在研究迪丽热巴的身材。没有办法，人家有没有，所以要研究一下。有啦，哇！你的 channel 叫什么名？我是洪少奇。Unsubscribe 他 ，follow 我 ，Unsubscribe 他。来呀，哇！来，好帅哇！大哥，昨天身体去你房间，怎么？很冷啊，怎么？哎，动东西。
我系一个 EOP 嚟嘅，揾唔揾啊呢位？请问你 EOP 还是 DOP？ 我系一个 EOP 嚟嘅。我係唔識啊，你都唔係好識啊。我唔錯啊，其實我廣東話好唔錯一下啊。係啊，我知道你啊，達多西係咪？係啊，揾揾啊你位。我係達多連冠啊。我哋係達多西同埋達多連冠，我哋係識嘅咗。你中啊！你要說我認同哦。耶、yeah! ！走。原本我今天就要回家了，因为我们拍摄只是拍两天嘛，今天是第三天了。但是昨天因为很多问题重重困难，再加上一直下雨，结果我们还没回到去，所以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啦。原本我现在就要大巴回 KL， 再从 KL 回JB，但是因为还没有拍完，我们就不可以走嘛。身为责任感那么强烈的我们，没有做完工，那你可以走。或者是我现在想回来。OK， 我们昨天就是为了拍这个景哦，然后哦。下雨然后拍不到，所以今天早上特地早早来拍，没有下雨啊，很好的天气，就是这个景，你看这个舞台。所以等一下有一部分的人会站在台上，有一部分的人会站在台下，然后这个景呢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 ending 的景，然后也是后面第三个 part 的景，所以哦，这个景我们是一定要取。有些人在地上，有些人在舞台，是不是很美？旁边还有这些樱花。我希望今天我可以在下午的时间可以回来，不然就真的累啊，回去要做工啊。我们这个叫工作不忘娱乐，要准备拍摄之前来个大合照。黄明志，你在哪里？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终点。他们是多么的明智。